人无有叫阮阿三兄，阮出店在苏州城，为着将来着打拼，才来替人赛牛车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恁若有要换物件，才会叫阮家己请。我是阿三兄，全省赛牛车最出名。大家相伴无？哈、啊？唔相伴，若唔相伴，我自我介绍。阮爸、因爸，人拢叫伊牛车公啊。也若我，人大家拢叫我号做牛车囝阿三兄。因为当初阮爸带阮娘无钱做大饼，牵猪去送饼，无花轿坐牛车，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。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。那我工课上打拼，透风落雨也要行。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，我是拢装车。顶一日啊，去下游的车床啊，甲车厝遐，拄到六月暑天长热，日头曝着砖啊堆，阁未输火烧山，曝甲是满身冻汗。我犹原忍耐艰苦，继续拖。讲啊咧讲，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。要若讲起吼，车远车甘蔗，算来算去算较会行。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，牛母嘛有食买通食，伊嘛会打拼行。毋过有一摆吼，去遮远的车甘蔗，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，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，害我车甲正停，煞无够车，够袂行。也迄只牛母真知影，就安尼替我靠歹命。我一个讲哈，惊哦。迄只牛母煞甲我讲，哈，煞甲我讲唔哦，就安尼先赶都赶袂行，过冬日啊，就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。朋友啊，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？讲出来，互恁听着会惊。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，一底甲我生六只，经过无偌久，一只一只大甲会晓拖车。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，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，大家唔只会拢称呼阮是祖传的牛车城。人若有叫阮阿三兄，每日打拼驶牛车。虽然不甘苦也认命，头风落雨也着行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恁若有要换物件，才来叫阮家己请。我是阿三兄，全省赛牛车最出名。